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欢迎收看丰收每周要闻。为了提高教会和小组敬拜神的质量，我们鼓励大家参加信心神学院圣乐培训大会。这次培训将为我们带来丰富的学习和启发，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诗歌敬拜的意义和重要性。透过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巧，以带领教会和小组成员更深入地敬拜神。时间为8月19日上午9:30到下午3:30，由吉中明牧师及其团队教学示范。报名电话718-358-3290，或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报名。感谢主，肖牧师带领的以色列圣地之旅学习团结束了10天的圣地学习，已于昨日平安返回。这次旅程对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有深刻的体验和满满的收获。我们恳求主使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早日信耶稣，使他们能够彼此和解，化干戈为玉帛。我们宣告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磐石，是以色列的保障。让我们称颂我们的神，他是配得一切荣耀和赞美的。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。教会目前使用的网上奉献平台 Arising Pay 因业务转型将于9月1日关闭。经过数月筹备，教会已与全美最大的线上捐款营运机构之一 Tithely 合作，搭建了新的网上奉献平台。此平台目前服务全球超过37000家教会和非盈利机构，系统稳定，方便安全，鼓励弟兄姐妹尽早转换至新平台。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，或通过教会奉献页面hcny.org/offering 进入新的网上奉献平台。如有任何问题，可致电教会办公室718-631-0596，或致信 info@hcny.org。每个主日崇拜结束后，服务台有同工协助转换。一个敬拜赞美神的教会是被神祝福的教会。我们教会的诗班现在开始征召诗班班员，并鼓励愿意委身唱诗赞美神的弟兄姐妹一同参与诗班的服事。如果你对敬拜赞美充满热情，愿意奉献你的音乐才华和恩赐，我们诚挚地邀请你加入诗班团队。报名请联络诗班的敏敏姐妹，电话347-393-3585，她将提供更多详细的信息和安排试音。为教会正在筹建的纽约优势电视台培训媒体人才，教会将开设节目企划写作头脑风暴工作坊的培训课程。课程包括剧本写作技巧、创作及制作电视节目等内容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来帮助你发掘在媒体领域的才华和技能。欢迎大家踊跃报名。上课时间为7月15日，即下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4点。报名联络人赵林弟兄，电话516-376-3320。本周的丰收新闻为您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周再会，愿神祝福您。